到齐了，可以开始。我们就来准备开始哈。好，谢谢我们各政党的代表啊参与。我们今天要协商全民健康保险部分条文修正有两案，一个是民进党党团提案的这个全民健保的27条跟104条的一个修正条文，还有亲民党拟具的一个全民健康保险9条、10条、27条的修正条文有两案。那在上次的审查会议里面，我们并有好几个，对不起，全案保留。那里面有并的蒋万安委员，还有陈怡明委员，还有蒋委员，还有王玉明委员，还有杨耀委员，好，总共的修正提案有修正动议有5案，还有附带决议有6案，好，这个整个全案保留哈，我们送院会来协商。那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来进行这个朝野的一个协商哈。那好，我来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我们出席的委员哈，我就照这个签名的这个位置啦，好，不好意思。好，第一位是周成秀霞委员哈，还有在第二位是许淑华许委员哈，第三位是陈曼丽陈委员哈，第四位是邱泰源邱委员，然后第五位是徐永明徐委员哈，然后吴其明吴委员。不好意思，还有吴其明吴委员哈，还有我本人吴怡晴哈。那我介绍一下我们政府部门的代表哈，我们卫福部是蔡生田蔡次长哈，还有杨慧芬杨护士长哈，这个是那个卫福部的部分。那华务部是刘英秀刘参事哈，在后面哈。那内政部是移民署副署长。钟景坤啊，钟副署长好。那陆委会是副主委林正义林副主委好。那外交部是孙立威领事局签证组副组长好是。然后再来是教育部是林恒嚼次长好长次，还有蓝先倩国际师护士长好。那侨委会说，我们很熟悉的朋友田秋婷田护士副主委哈，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条文的部分哈，因为整个亲民党这边有3个条文，民进党有2个条文，那但是像第9条就有6个修正动议，第10条有2个修正动议，27条有2个修正动议啊，所以这部分我们可能来逐一来做一个确认哈。还有附带决议6项哈，6项的部分，待会可能就这个附带决议有没有什么？因为当时没有处理哈，所以如果对于条文有些附带决议的内容有些意见的部分要修正，也一并提出来，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可能先进入整个这个条文的部分。我要请同仁协助吗？还再练一次，因为有点有点长，而且当时提案非常的多，尤其第9条的部分，好，是不是我们就进来逐条来做确认？好，大家手上都有资料了吗？来，蒋万安委员啊，蒋万安委员没有资料，来。好。大家手上有资料，那我们第9条，因为是大家可能要讲话的时候再拿一下嘛。对不起，你要好，我们先读一下第9条好不好？因为这个第9条是亲民党提出来，那这边民进党没有提出条文，那可是在审查过程中有6个哈修正动议哈，所以我们一并来看一下好吗？委员蒋万安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第9条，除前条规定者外，在台湾地区领有居留证明文件，并符合下列各款资格之一者，亦应参加本保险为保险对象：一、在台居留满6个月；二、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
外籍学生或侨生因不可归责于己之事由，无法提出学历证明文件，致无法申请居留签证者，其在台就学满六个月后，亦应参加本保险为保险对象。外籍学生或侨生依前项参加本保险后，应于六个月内提出学历证明文件，于其未提出者，主管机关应撤销其投保资格，并追缴其应全额负担费用之差额。委员陈怡明等三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九条，除前条规定者外，在台湾地区领有居留证明文件并符合下列各款资格之一者，亦应参加本保险为保险对象：一、在台居留满六个月；二、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三、依法经许可来台就学并领有居停留证明文件满一定期间之非中华民国国籍之在学学生。委员蒋万安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九条，除前条规定者外，在台湾地区领有居留证明文件并符合下列各款资格之一者，亦应参加本保险为保险对象：一、在台居留满六个月；二、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外籍学生或侨生因原属国行政作业程序限制，短期内无法提出学历证明文件，致使无法申请居留签证者，在台就学满六个月后，亦应参加本保险为保险对象。委员王玉敏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九条，除前条规定者外，在台湾地区领有居留证明文件并符合下列各款资格之一者，亦应参加本保险为保险对象：一、在台居留满六个月；二、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大陆地区人民经许可来台就学满六个月者，外籍学生或侨生因原属国行政作业程序限制，短期内无法提出学历证明文件，致使无法申请居留签证者，在台就学满六个月后，亦应参加本保险为保险对象。委员杨耀等八人所提修正动议，针对《全民健康保险法》第九条，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好，针对第九条的部分，不晓得委员对这个内容。好，杨耀委员是建议维持现行条文，那亲民党是有提出了第二项的一个修正的文字，增加了文字哈。那我们临时动议里面，临时修正动议里面也有非常多对于第二项的内涵的一个叙述，好，不晓得有没有再补充的部分，或是先请委员们是不是先请委员补充一下，还是说我们要请行政部门也可以？我先补充说明，因为侨生的部分啊，感谢蒋万安委员对侨生的关心。但是蒋万安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里面提到侨生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侨生呢，只要他进来当侨生，一定是他的这个学历证明没有问题。那他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的住在地的侨务人员都会到学校去再求证，我们也有保健单位可以求证，所以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包括说这个第九页谈到的这个侨生因为原属国行政作业程序限制，短期内无法提出学历，这个也都不会发生。好，在现实的我们的侨委会的这个作业的这个现况里面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建议把这个侨生或侨生这三个字先暂时，好，是不是蒋万委员可以考虑？嘿，谢谢。蒋委员当时应该有一些考虑的原因。对，我说明一下，最主要是提这个修正动议是很多是外籍生，外籍生他们基本上尤其是以东南和南亚的国家为主哦。那基本上我这边获得资讯，包括像印尼，包括像印度，还有柬埔寨。以印尼举例，他们基本上刚毕业之后，他们必须要通过一个学历测验，那必须要等到他们五月下旬的时候，高中毕业之后，基本上要等到大概十月份，甚至隔年的一月，才能取得他们官方的正式毕业证书。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时间差，所以如果他们已经申请来台就学的话，那因为没有
取得他们本国官方的毕业证书，所以他们就无法依照我们的申请程序取得居留的身份。那因为如此，所以在是否能够纳入健保体系里面就产生了空窗期。所以这部分对于包括印尼、柬埔寨、印度以及南亚其他国家的这些学生来讲，对于他们的权益保障是一个损害。所以这边提出的修正动议很清楚，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补救办法，也就是说让他们先纳入健保体系，等到事后他们补正官方的毕业证书，然后这个做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当然我这边有一个但书的部分，就是说我知道行政部门担心有些可能他根本无法取得官方毕业证书，而他们反正先进来，然后呢被纳入健保体系。所以这边在我的但书里面提到，如果一定期限之后他没一，我记得是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补正的话，我们可以去追缴部分的款项，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产生的疑虑的一个补救。所以我认为基于人道人权的考量，对于这些外籍侨生甚至我们之后讨论的陆生一视同仁的话，基本上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我们健保体系之外，有这样部分的人士。因为外籍人很多，你说欧美这些基本上他们都可以适时取得毕业证书，但是实际上因为东南亚南亚这些国家的确他们的行政程序效率不彰，所以要等到他们取得官方毕业证书会有一段期间。我刚刚举的是印尼，更不用说印度的学生，基本上他们有时候可能需要等到一年到两年的期间。那基本上大家也了解，这些我们讨论新南向也好，我们吸引人才留才希望能够留才揽才等等，如果说没有办法让他们获得相关一视同仁的权益保障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漏洞。所以这边提的修正动议是主要这样的考量。我先跟蒋委员确认一下，你现在提的提案是会在资料第六页第七页你的提案，因为你有两个修正动议哈，所以你的内涵是主要是谈的是第六页跨第七页的这个提案哈。对，所以大家可能看这个版本好不好？因为刚刚可能有两个版本会有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版本所以刚刚蒋委员特别提到的是外籍生因为刚刚田户主委是提到没有侨生没有这个问题，好，可能是外籍生有这个问题。那我不晓得这部分我们卫务部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你们过去的处理方式是怎么处理，有没有需要在法里面去规定？其实基本上我们有这个健保法施行细则里面第八条就有关他怎么样拘留期间啊、拘留增建等等，那只要你不逾越健保法的母法精神，其实在那个细则里面定就可以。那我请我们副市长。是各个委员哈，我是社保司副司长杨慧芬。那刚刚其实蒋委员所关心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有去调查，麻烦教育部帮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其实我们发现104学年度，其实大概只有72个学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先行取得停留签证来台就学。那有小于就大概六个月内取得居留签证者有63名，那六个月到一年内取得的有8名，一年以上的大概一位。所以其实状况下，其实大概如果我们学校也是鼓励学生赶快去取得这个学校的一些相关证明，也就可以取得居留证明哈。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就是鼓励，希望学校也是能鼓励学生尽量早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原属国的部分他可能有一些状况，所以他的一些毕业证书可能还没有拿到。但是我们调查的结果，教育部也许待会可以帮我们补充，其实状况大概只有72位哈，那基本上在短期之内都可以取得相关的证明，然后取得居留证明文件。那我先做以上的补充，谢谢。是不是教育部也一起补充一下？来，教育部林次长还是麦克风，拜托。委员报告一下，我们那个调查一下各大专校院的这样的情形，就从刚刚内政部的一个报告，人数大概是这样的人数。所以影响的是大概72位，那这个部分在第八条的细则里面可以协助处理吗？可以，可以协助处理。
可以说明一下怎么透过适应细则协助处理？怎么透过适应细则处理？细则怎么规范？细则的第八条其实是针对拘留期间跟所谓的拘留证明文件有做补充性的规定。那拘留期间其实我们有规范是六个月内，但是有一次的例外是，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六个月内出境一次，好，出境一次未满三十天，然后到时候就扣掉这个出境的日数，来取得这个所谓的六个月的这个期满的期间。那我们也可以，目前我们也正在考虑，就是做行政上的一个补充，就是将这些，因为其实员额不多了哈，刚刚讲104学年度大概只有72位哈，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而且多数大概都可以在短期之内就取得证明，就是拘留证明文件，那也可以取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六个月内的等待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我们在可以在行政作业上可以做一些协助，那这是补充说明。来，蒋委员。好，所以第一个，所以您刚刚提到是105年度，那104年，所以105年度的数据是多少？还没出来，学年度还没。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说到适应细则是六个月嘛，可是现在谈到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超过六个月，甚至有十个月或是一年，尤其印度会一年到两年才能取得官方的毕业证书。我的意思说，因为他们这中间的时间过长，所以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在这一定期间内取得居留的身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不清楚说，会不怎么样透过适应细则的解释，因为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从实证的资料看到，其实大概超过一年的只有一位，104学年度，当然105还没有数据，所以我们都会尽量也请学校一起辅导他尽快取得相关的，比如说毕业证明啊等等，然后可以拿到居留证明文件，这部分就可以尽快的辅导他，可以作为我们健保的纳保对象。所以我们是在想说，因为个案一个104学年度，那我们觉得可能不需要因为一个个案来修相关的规定，所以我们在行政作业上就尽量辅导他们。这个数据当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有一位啦，可是事实上你想，如果说真的有心想要来台湾就学的，他如果了解相关规定，知道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及时取得官方毕业证书，而没办法取得台湾的居留身份，而没办法纳入健保，他可能就不会来台湾，所以基本上这是有一个数字的黑洞在。好，那你们现在拿到这一个，基本上是因为他来，好，他愿意等，他愿意先在这一年取得官方毕业证书之前，他愿意说没关系，我承担这个风险，我没有办法纳保。好，但如果说事先有这些优秀人，他愿意来台，可他了解相关规定，他知道说，我在这段等待期间，我没办法享受台湾的健保，如果发生事情，我没有任何保障，所以他不来。那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掌握，也许很多，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如果就表面上这个数字来看是不够精准，不能说因为你们掌握的数据只有一个，就认为说没有关系，你们透过解释的方式，但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解决了，第一个你有可能逾越母法，那第二个，其实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即便只有一个案例，你也不能忽略他的相关的权益保障。如果今天政府的立场跟态度是要保障所有的侨外陆生一致的话，只要有任何案例，都不应该牺牲他的权益。对，我要再说明嘛，因为施行细则如果能处理的话，或放宽的话，是不是能够不再无法去定？对了，因为我想蒋委员的意思是说，希望不要给他们一些，就是觉得好像我们这边就是有了这些规定以后，或是没有规定清楚，反而就没有诱因让他们来哈。那是不是施行细则可以更定宽一点哈？因为这里面还是有比例与原则的问题啦，就是说是不是？这些个案就是要这样处理，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都能涵盖到啊，这个部分是可以说明。我了解啊，所以如果说你适应细则能够定得更
比如说你们有一些修正，然后针对这样的情形做一些调整，然后更放宽一些，让这些真的愿意来台的外籍学生，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也希望说这些人才能进来，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希望说他们能够一致透过，如果不要透过修法，你要透过函释的方式纳进来，好，那至少要很具体，我希望卫部能够提出好你们具体修改新细则的一个方向。是，来，这卫部应该没什么，有没有问题？哎，来，没问题，没有问题，在施行细则跟我们会做行政函释。哎，我再补充一点，其实我们看到的教育部给我们的资料，印度其实同一个国家里面，还是只有少数的一个个案。那当然，我们知道委员关心，其实个案也还是要处理哈。那就是所以有些可能是他个人的因素了哈。所以那我们会透过大概细则跟行政函释的方式来处理。谢谢。好，来那个好，天武，那个对不起哈，主委，虽然我刚刚报告说侨生可能目前还没有这种状况，不过呢，因为我还是因为见侨生被报告在里面，我是想请教一下，所谓不可归责于己，这个怎么样去求证？我说因为这是法律哈，那如果他根本拿不出来骗我们，田委员，如果蒋委员同意在施行细则去处理，就不会立在法里面哈，不然我们就会很愿意说明了。哦，基本上法律条我这边定的是非常的精确啊，就是说在不可归责于这个外籍生的情形啊，对，如果是可归责于他，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故意不符合资格，他根本没有高中毕业，他就来台哦，然后就学，那这样情形，然后又故意说我必须纳入健保体系，那事后我也有一个救济，就是说六个月内如果没办法提出官方的毕业证书，那主管机关可以撤销并且追缴相关的费用，哦，所以基本上这个条文是非常缜密。当然，如果说就目前104年度的数据是比较少，哦，就目前所掌握的话，当然我也不会特别坚持，但是我希望主管单位在信息的部分透过函释把它说明清楚，将这些可能的权益保障漏网之鱼能够把它补正。好，我想这部分卫部也承诺了哈，我们这边的讨论。那我再介绍一下，我们有李彦秀委员，还有林立禅委员，还有陈一鸣委员都在现场哈，刚刚加入。好，那对这个题这个第九条哈，因为我们这次在处理的是陆生纳保的事情，那是不是在相关的文字上面，可不可以再维持原来现行的条文？哦，这是杨耀伟那也有这样的提案了哈。那好，我们亲民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意见？那在这里我说明一下哈，因为亲民党的提案是要优先保障这些来台湾正式攻读学位的学生哈，而且他是要居住年满六个月以上这些研究生哈。但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现在现有的侨生的保健补助会里面哈，在健保法里面要有一个法源弹性的授权的法源，要把它纳进来。后面的第十、第十一条要处，第十条跟第二十七条处理有关补助的部分，要在那边处理。再后来再来处理，后面再处理。是不是第九条可以维持原来现行的条文？我们先不增加第二项的这个文字。好，好，好，可以哈，谢谢。好，那我们就会进入到刚可能周成主席，对不起，我这一条我再补充一下哦，因为有王玉明委员的修正案哦，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讨论外。第九页的地方，第九页，第十页，第十页的部分哦，第十页最后一条哦，就是说他王玉明他的提案当中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不应该只有讨论陆生哦，我们也应该把外籍生都一并纳进来去做一些讨论哦。那他的内容里面其实因为有写到说，大陆地区人民经许可来台就学满六个月者，包括外籍生或侨生，应属行政作业限制，这就是刚才万安提的部分了。那短期内如果没有提出学历证明文件，致使无法居留签证在台学满六个月，亦应参加为保险的对象。保险为保险对象，也就是说，外籍生是不是也应该拉进来去做纳保的动作？我觉得，不管是来到台湾学习，只要他不具有中华民国身份证，
那他就应该，我们的精神是不是就是应该要 叫他进来纳保，这才公平？是，不好意思，那个 李委员在谈的哈，刚刚是不是也跟蒋委员提的意思一样，是会在施行细则里面一并的来处理，而且卫福部也承诺哈会来处理，不会漏掉。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刚可能卫福部的说明还没有李委员刚刚可能本来晚进来，有施行细则第八条的部分他们会来处理，有需要再做说明吗？好，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因为当时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你们对于要修健保法的第那个对象的部分，我就一直有一些意见。你们现在未来有可能处理的方式就是增加新的保险对象的类型，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既然要讨论的话，我觉得是一定要去讨论清楚，你如果要增加新的保险对象类型，你要把它放在哪一类。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们既然要讨论法，我就觉得它的严谨性完整性我们大家就要把它讨论清楚，那如果放到之后，我就不知道卫福部要怎么去做处理。因为包括当时我在质询的时候，对于新的对象的类型我一直是有意见的。来，那个其实因为第九条是保险对象哈，那其实他原来的条件是居留六个月，还有一定雇主，是比较非常的单纯的界定这个投保的一个对象群。那刚刚其实我知道各委员在委员会的时候都在担心的是，对于他们的资格哈，或是这些留学生或是的资格有一些的疑虑，担心他们好没有因为被一些证件文件卡住了，所以没办法加入。可是这个部分就是说在健保署一直都有相健保司保护社保司那边对于健保法也有相关的施行细则的规范都有说明哈，那能不能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委员们要确认是没有问题的哈，那这个是大家在协商过程中决议的事情哈，大家不能漏掉，还来说明一下好了，杨副市长。对，就是刚刚如同蒋委员的意见，李委员也是意思，原属国的证件的问题，我们刚刚有提到会透过施行，就会依照那个蒋万安他们蒋委员，对不起，蒋委员的精神哈，还有李委员的精神，或者是王玉明委员精神所提的这些由施行细则或行政函释的方式来做处理，不列入那个法案的修法的条文里面。那如果是资格的问题，就是那个其实陆生他现在拿到的是那个许可证哈，就是应该是那个叫目的吧，而不是居留证明文件。他们的入出境是拿到的是入出境许可证，而有事由的住记。所以其实如果因为以前陆配的时候，陆配可以纳保也是用公告的方式来补充他的所谓的居留证明文件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这一次如果健保法修法通过之后呢，我们就会依照这个健保法施行细则的第八条来做补充的一个公告的规定。那这我补充一下。我认为母法的规定，如果我们用实行细则来去做处理，第一会不会逾越母法？我们第九条的规定是前面就是说，在台湾领有居留证明，并符合下面一跟二，也就是说，除了上面那个条件之外，我们要在台居留满六个月，或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就是说，除了上面条件，也要下面两个其中一个。那你现在卫福部用实行细则来去做处理的话，会不会逾越母法？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有逾越母法，在我看来，这个是我当时质询也提过的。好，蒋委员，我先说明一下，因为现在应该变成有两个问题了。那先回到第一个，就前面我们在讨论说毕业证书比较晚拿到的情形，那我只是想要了解是怎么样透过新一期的第八条，你们未来说要做透过函释吗？可不可以先很具体讲一下说怎么样解释的方向，你们可以解决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会用放宽的解释，就是说停留，因为他其实应该是前端已经让他入我们国家的，就是在移民单位里面其实已经让他可以取得类似应该停留还是居留嘛，我的意思是说原属国，那因为他也还没拿到居留证明文件，但是入境的时候已经让他进来。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会在研究，就是依照蒋委员的精神，就是所提的精神，我们会把他的这一段在台湾的
停留或是这个就学的期间，把它放纳为所谓的居留证明文件取得，就是六个月的居留期间，就是所谓的纳保对象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居留满六个月。所以他在就学的这一段期间，因为原属国的相关证件的来不及的那部分，我们会从宽让他放进来。我想刚才蒋委员跟那个王玉敏的这个，其实考量都是说他如果没有居留的身份，那我们怎么处理他的问题了？好，那因为蒋委员之前有一个修正动议是说啊，那你如果过了六个月之后还是没办法提出来，哈，应该要撤销还有追缴，那这里面也会有时限的问题嘛，哈，他可能就有这个困难。啊，可是我们如果不规定这个六个月之后你要拿出来的话，他会变得说他已经有这个身份以后，有这个健保之后，他会不会有这个动机赶快去拿？对，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前前后后我们都会遇到一个困难呐，就说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施行细则来处理，会不会比较有弹性？对，啊。好，来那个林立常委。其实我觉得说，站在外籍生他可能取得高中的毕业证书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个依照不同国家可能时间会不一定，因为针对这个我有问了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个学生，所以我觉得或许这条可以先保留啦，哈。那第二个是针对刚刚我们有我们的是陆委会吗？还是卫福部社保司嘛，哈。对，针对那个停留或居留还是住满六个月，就以许可证就可以代替我们本来定的，就是有居留满六个月就可以纳保。这个我要确认一下，你的解释要怎么去解释清楚？第二个是针对陆生来台，如果他非所谓的那个学籍的，他可能是研习生或是交换生，但他都超过一年的这种情形，他可不可以纳保？可以涵盖吗？只要他居住满六个月就可以纳保吗？我觉得要去说明清楚了。上次是不是入住进房这件事？当初入配的时候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哦，来说明一下好了，好不好？来来，你入会吗？我是卫福部社会保险司科长，好，那针对刚刚蒋委员跟林委员提问的部分，想要比较了解细节的部分，那容我来做一下补充的说明，好，那其实我们有问过教育部说104学年度，就是最近的一个完整的学年度，有多少的外国学生到底是因为毕业证书拿不到，所以先用停留的身份来到台湾，那我们发现说这个现象其实有，那全年是72个，那多数的学生就是63个是在六个月之内就拿到这个毕业证书，而且他也就领到了居留证明文件。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呢，我们就去研究了说，我们希望呢，所有不管是侨外生或陆生，大家在同一个学期九月份来到台湾的时候，按照我们的规定，如果你将来有所谓的居留证明文件，可能一般的外国学生就是拿外侨居留证，那陆生就是以后我们公告的证件。好，那我们希望在明年隔年的三月开学的时候，一起来的同学就一起来参加健保。所以我们针对刚刚那63位这种六个月之内其实他就拿到毕业证书拿到居留证的时候，我们在三月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他有没有居留证明文件，这是最重要的前提，因为我们是要有居留证，跟我们长居久住在台湾的人才应该来参加健保。那如果他有这个证件的时候呢，针对居留六个月，就是你在台湾有住满六个月时间，这是一个事实状态，那这个事实状态我们就从宽来认定，因为这个同学其实他九月份就来了嘛，所以他到三月的时候他确实是有六个月，而且这六个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避免带病投保。那其实他都在台湾健健康康念了六个月的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是有投机的行为来到台湾。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细的用我们的行政解释呢，我们就把多数的学生的问题解决。那至于我们刚刚副司长有提到有一个学生，好，他一年没有拿到，其实我们有看一下他的原因啦，好，那我们觉得学校应该去鼓励学生尽量把证件补齐。其实
拿不到毕业证书，我们先用体留身份让他来到台湾，学校先让他入学，其实都已经是台湾社会对于侨外生的一个友善的行为。那我们尽量去希望说你来到我们的国家就符合我们的规定，就把证件补齐。那我觉得这种少数个案一个的部分，我们就尽量的来辅导他，协助他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第九条部分还是能维持现状。好，那这是我们做补充的说明，谢谢。好，我补充一下，我觉得科长说非常清楚哦，非常详细。那当然还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那这六十三位还是七十二个，对，这几位，那这六个月，比如说你从九月进来到三月这一部分，基本上他如果他满六个月，还是让他投保。对，那可是你起算就从三月开始纳保，那现在就是说这六个月的空窗，基本上他们是六个月本来就是要侨外生，侨外生都要等六个月啊，三月。那前面这六个月我们都是用商业保险，对，就是他只能用商业保险，六个月都要等待期，没错，所有的所有的都要等待期六个月。那另外就是说，那如果有的学生他之后，比如超过六个月或者更久，他根本没有办法补证的话，是用出入管理局那边的是不是证明？上次出入管理局是不是有说明过，是他以就学的身份来的一个？我想我应该来说明一下哈。其实哈，我们就是鼓励同学尽量去补齐证件。我们的国家的规定啊，当他拿到证件有居留证的时候呢，我刚刚有讲回过头去看六个月，这是一个事实状态的认定嘛，这部分我们就会从宽，比如说你四月份，好，先家属把你送来了，你拿到领务局拿到移民署的居留证，那我们就看从四月份回头看你六个月，哎，你确实你九月就来了。其实我们就是鼓励他，你赶快拿到证件，你就及时就可以参加健保。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鼓励学生，少数的学生尽量去符合我们国家的规定。不好意思，那个曼丽先哈，在苏华委员太太。好，谢谢主席哈。其实等一下我十二点要去程序委员会，所以我必须要赶快先把这个部分哈话先讲哈。我想就是说，大家其实刚刚在讨论到有关于这个学生的这一个部分，比较担心的是他的那个就是学历证件的这个部分哈。可是呢，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别的国家去念书的话，他也是先申请到入学许可，才可以再办后面的手续啊。所以呢，我是在想是说，有一些的孩子说不定他是先用观光的身份先跑到那个国家，然后再等。那我是在想说，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是说我们在学历的这个部分的认就是确认的话呢，其实可能不是在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法里面来讨论，而是应该在另外一个，就是说教育部怎么样同意国外的学生从高中，然后是要职工大学还是职工研究所，他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去做讨论，而不是说在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法这边来做这个确认。那我想是说，如果是说我们是按照台湾的法律，他都没有拿到我们的入学许可的话，他当然没有办法按照这样的流程跑进来。那如果是说比如说他的母国有一些的耽误，那那个部分的耽误可能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学生是要有毕业证书才能够来，还是说比如说他在高三的时候他就在学证明就可以来，还是怎么样。我想说像这样的一些的情形，我个人认为啦，不是在全民健康保险法里面来做这个的确认。以上。好，来苏华委。好，谢谢。我想几位提案委员，他们提到的并不是说反对在实行细则里面去做说明或是做函释，那只是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具体的文字，那我们避免就是说这个挂弯漏衣，还是需要看到更精准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个建议，就是我们的条文这一条我们先保留，那么是不是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单位来跟几位提案的委员包括亲民党来做个说明，文字上如果没有意见的话，人家委员同意可以拿掉的话，我们就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在这边讨论，可以吗？好，谢谢。好，讨论那个我最后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先看到实行细则。那我再一次强调，实行细则是不能够逾越母法，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强调说实行细则要先拿出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不管外籍生陆生要纳入的话，那到底是居留还停留？对于陆生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讲的是停留哦，那如果我们后来全部都改居留，后来会不会变陆生它不适用？
因为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它是写停留，所以那到时候要不要先也同时并进要去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再一并来去做处理，因为停留跟拘留在文字上在法条上文字上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势必要先去处理好再来进行第九条的讨论。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不是能够修得好，我的内政委员会其实要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部分其实很多，对于每一个法条都很多，对，内政委员会有讨论过上一届吧，之前也讨论过，好像是没有说要修的，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因为是健保法，其实 不应该去牵扯到那一块。对，但是主席，因为我们是要开放让陆生纳保，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都同意，没有反对陆生外籍生，对对，大家都要纳保，对，就是方向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但是就法条上的文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的陆生是停留，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拘留。那在未来陆生即便我们都修完了之后，陆生会不会因为他是写停留而他不能纳保，文字上是不一样的。 这问题我们上次已经都讨论过哈，来，我记得移民署有一个 证明文件，他的就学是用他的拘留的状态是就学的状态，是不是？对，可能做说明清楚，不要一直。其实关于李委员提的问题，其实基于大陆人士就是有其特殊性，就是身份从严、生活从宽的这种角度。那生活从宽，其实在就是来台湾以后，就是医疗照顾能不能得到健保这个部分，那就是由卫生福利部的职责来处理。那因为现在大陆人士进入台湾地区，在我们的宪法的架构之下，是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所以他们所持的证件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所以我们在这个证的名称上面，其实我们看不到所谓的拘留或停留的字眼，对，但是没有拘留跟停留，每一种事由、每一种身份来的大陆人士都会很陆生就学区别。那在将来我们会公告的一张证件上面，大陆学生就是陆生就学，好，就是持这张证件的，其实将来我们就会认定这张证件就是我们所谓的拘留证明文件。对，那学校的投保单位看到这个证件，他就会把这个学生纳入健保的体系。那这就是我们在健保的领域里头不涉及其他法律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处理。他以上拘留证明文件。其实这个我们在内政委员会里面有讨论，就是不管是两岸关系条例的陆生的身份别，从拘留跟停留的身份别，还是我们的这个健保法里面，其实如果比较完美的修法概念是两个都要修嘛。那以两岸关系条例修是会更简单啦，但很可惜在内政委员会我们没办法修到。可是呢，刚刚我们卫福部有讲到说许可证就可以去说明他就是来这边留学生超过不管是六个月还是超过六个月吗？一定不是他的事由出入事由是学生嘛？学生就学，那我不知道说这个是要在函释去再重新解释这个许可证吗？如果没有在函释去解释这个许可证的话，那目前的陆生本来此时此刻他就可以纳保了，根本不用再就如果你的许可证认定他就是拘留的话。还是要认定，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陆生能不能参加健保，其实需要有社会共识嘛。那如果经过立法院的充分讨论，大家都觉得应该要让这些同学参加健保的话，那卫生福利部会做一个公告，我们会去认定刚刚这一张证件是所谓的在台湾可以长期居留的证明文件。那这张文件一出来以后呢，从他公告之日起，大家拿着这张证件，好，拿这一张陆生就学的，那他就可以参加健保。而且怎么样的同学可以拿到这张证件呢？他一定就是来台湾念书，而且我们这一张证件依据移民署的规定，我们会给他两年，第一就是两年的期间。其实这个是有足够长的时间，就是在台湾长期待在这里的一个证明文件。好，来，我说一下，既然讨论到这个议题哦，那我想大家都有共识了，陆生、侨外生一并一视同仁纳入健保。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要怎么样透过修法，来解决？那基本上卫福部的意思是说，透过信息的函释，把目前陆生取得的这个许可证，把它纳入。扩张解释认为是所谓的拘留证，可事实上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法律的位阶哦，
哦，大陆人士基本上他们就是属于停留，所以你没有办法说透过一个位阶比较低的试营细则，然后主管单位自行解释，陆生取得的这个文件是属于把它解释成为是拘留。可是事实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很明确，法条的文字第22条第三项，大陆地区人民许可得来台就学适用对象、申请程序、许可条件、停留期间。哦，非常清楚，法律的文字就是如此。所以如果今天你们要我们大家一致的共识，哦，希望将陆生纳入健保的话，就必须要来修法。哦，你不可能透过一个解释的方式，位阶比较低的施行细则，来透过哦逾越母法这样的做法，哦，来好像把这样的一个陆生纳入健保。所以事实上我们一直包括在委员会质询讨论，我想今天很清楚，这是一个法律位阶的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说透过修改健保法，哦，然后透过新意识的解释，但事实上你已经违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法律位阶这样的母法。蒋委员讲完之后，我们又回到原点了。那完了，那就是又回到那个内政委员会要去讨论这个两岸关系条例喽。那这个我们就等于没办法处理这个陆生纳保的事情了。对，就现在情况就是说，如果要回到那里，又有政治议题嘛，那是不是那个先处理完以后，我们再处理这个？那现在可能这个陆生纳保是我们要的，又会往后延了，就会往后延。那是看大家的态度如何，啊。如果没有共识，变成这个件事就没办法推下去。我想。事情都有优先顺序了。当然，如果说今天让这样子的方式，透过已经逾越母法的方式哦，当然不能这样子让他过啊。对，这样讲好了哈。时代力量党团立场，我们基本上是支持民党的这个修正哈。那我们认为应该在宪保法里面先处理哈，让陆生，如果我们觉得现在他们现在有这个需要嘛哈。那如果刚才像蒋委员这样讲的话，那也可以啊，就是我们这边就停摆。嗯，好，那如果陆生在短期间内没办法纳保这个责任，那就看谁来负担。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国民党党团是支持陆生纳保，修两岸关系条例是最简单的。那其实如果大家支持的话，在两岸关系条例里面再一起修，委员，我必须说，你这个不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是最复杂的方法。其实只是陆生纳保在里面也没有太大的政治议题啊。非常清楚就处理，对啊，能处理就处理。对，如果要回到那里，两岸关系条例那就。我觉得我还没有发言过，让我发言一下。那个有关于陆生纳保的议题哦，我觉得这个蔡文政府不要打假球，不要释放假的善意。今天上午你今天要修这样的法，你有没有问过陆生？陆生他们上午10点开了一个记者会，你们知道吗？知道吗？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你要他纳保？结果要人家100%自费，他缴的钱比他现在缴商业保险还要贵，请问这是什么善意？这是假的善意，这是虚伪的善意，我必须很不客气的这样子讲。而且这样子的情况，你还不惜要拖谁拖下水？这些桥外生和姑，为什么你这样的一个修法，你是联动的，把过去我们对他的善意通通都取消？这样的修法为德不足，我必须这样子讲。既然想做，中华民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为什么对学生的善意，对来自其他不同地区国家的善意的学生，我们不可以善意再多一点？这个议题在卫环已经讨论过多少次了，卫福部自己讲过，我们现在政府负担40%的情况底下还赚钱，还赚这些学生的钱，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少生病，把他们纳保，事实上我们的健保还得利，我们还有盈余。结果你看到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多么的小鼻子小眼睛，心胸气度如此狭小，跟我们的学生斤斤计较，就因为他的政治理念从来就是对于陆生不友善，所以名为要将他纳保，但是不惜因为这样的政治因素，把其他的侨外生通通拖下水，这是什么立法？请问这是什么立法？没有更好的选择吗？当然有，愿不愿意做？
不愿意，这就是现在新政府的虚伪跟假意。讨论半天，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如果你基本的立场都站不住，我们只问嘛，今天蔡英文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对陆生友善，是或不是？如果是，你当然有更好的选择啊。原来的制度就是政府负担四成，让他们支付六成，为什么不可以？请问到底是哪一个原因不可以？而今天这样的修法在我们的法律的体制上吻合吗？在卫环委员会在第八届立法委员的时候，就曾经有人要提出这样的修法，最后是卫福部自己难自圆其说，觉得这样子修法直接去动我们的全民健保法，其实是 不符合的，很勉强的，也说不过去的。但是新政府上来之后，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刚刚我们林立场委员已经讲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么简单，这样子的修法通通就解套了，全民健保法连动都不用动，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想做？今天这么多的官员坐在这边，大家把自己的专业拿出来，用自己的专业来修法，不要用自己的政治立场来修法。所有的修法都要经得起检验。我不晓得在座的官员，你们是不是真心诚意想要为陆生好？如果是，为什么不能争取一个更好的立法？在座的委员是真心诚意为这一些陆生在思考吗？是吗？真的想要让他们享受台湾的健保吗？这个议题在委员会已经讨论非常非常多次了，所有的旗舰、所有的旗议都在于蔡英文政府他对于大陆政策他到底持着什么样的立场。真的要释放善意吗？好人为什么不能做到底？国民党的方案有不好吗？国民党的方案没有不好，但是只是因为蓝绿的问题，所以就硬是要这样子，不惜把乔外甥都拖下水。在座有乔委会的代表，这样子合理吗？公平吗？请问来台湾念书的学生都是有钱的学生吗？经济状况其实都不好。我们中华民国若想要成为更伟大的国家，请不要在这边跟学生斤斤计较，真的是看不下去。好，我们请陆委会主副主委先所发言一下，好，再请乔委会。刚刚黄委员有提到有没有跟陆生来沟通的哈？没关系，你继续讲。好，这个对这个對好，就是说在去年10月31号。11月15号、11月26号、12月2号，有跟陆生的社团的干部分区，然后在今年的1月13号跟陆生座谈，主要是台北地区。2月23号也是我们主委跟陆生来座谈，也是大台北地区。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会跟台中市大台中市地区的陆生的座谈。那另外刚刚王委员也是有提到中国大陆来台湾的学生是不是说他们相对经济的情况比较不好。我是去年5月20号才到陆委会。到目前为止来台湾念学位的，不管他是大学生专升本还是硕士班跟博士班，我必须要承认，的确在前一个政府里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假如我们看现在中国大陆各省的人均的 GDP 最高的，几乎都是我们现在所开放的，比如说有6个省，然后2个市，不管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这个都是在前10名里面的。其他在前10名里面的，比如说天津，实际上也是有提出来，不过中国大陆并没有同意。唯一的例外是湖北是排名第13。他们到台湾来，他们要缴10万块的人民币的这个保证金。他们现在每个月要支付的是500块的商业的保险。也就是说，他
一年他要增加9000块，假如他四年9000块四年的话是36000元，所以就那个增加的钱的本身并不是在整个考虑的那个环节里面，我们就认为就是说尽早让陆生能够纳保，免得在我们协商的过程里面有一位世德科技大学的学生因为他骑了摩托车相撞，他是陆生，他要花出很多很多的家庭的负担。那还有八金城堡也是同样的一个例子。对，好，来补充一下，那我们我再说最后两句，因为我也要去开程序哦。那个之前王玉敏在12月开质询的时候，那时候教育部有回应说，有请高教基金会做全盘的调查跟了解，到底陆生愿不愿意纳保这个部分哦，有做了一份问卷调查，那到底公布了没有？有吗？这份资料有吗？那第二点，当时我在质询的时候，我记得我有特别提出来哦，今年度到底教育部跟侨委会有没有针对外籍生跟侨生，另外针对健保的部分编列预算做补助？之前往年一直都有，一直都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说，我们尽量把陆生、外籍生跟侨生，我们纳在一个齐平等、一个齐平线上来去看。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包括陆生、包括侨生跟外生，事实上，教育部跟侨委会事实上是私底下对于他们的健保费，私底下是有编列补助。所以之前我才到内政委员会去问张小月，我说：“那你们有对陆生的部分也做补助吗？如果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国外来台湾读书的学生的话，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都讨论很久。所以其实第九条我觉得牵涉到，因为陆生不管他的身份很敏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因为他关系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觉得为了这个法条的四平八稳，我觉得还是应该正本清源回到这个内政委员会先去修，文字上怎么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因为陆生的部分牵涉本来民进党本来碰到陆生这陆大陆这个字就非常的敏感，那我们为了法条的完整性，我觉得还是不要用实行细则的部分来去做处理，还是先回到两岸人民关系来去处理拘留或停留的问题。如果停留如果拘留可以涵盖的话，停留跟拘留可以互相涵盖的话，那就在内政委员会来去做处理。但是我不认为实行细则应该去逾越母法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先暂行先保留好不好？好，这条先保留，就有需要再补充吗？我们就是这样，保留了，对啊，就保留吧哈。因为看起来，如果真的要回到两岸关系条例的修法，那我们这个有点难度了哈。啊，来，你们记者会的陆生讲，他们有成立了一个侨外生的，我看一下哦，侨外生。就是境外生权益的小组的一个，他们有一个社团了哈。因为刚刚是陆委会发言嘛，说增加钱不是要点嘛，是赶快纳保，赶快纳保是要点之一，增加钱不一定是您的要点，可是他是他们的要点。他们今天的记者会诉求就是反涨价，就反他们的那个健保，他的诉求是，不分本外学生联署反对涨价境外生的保费。那我不知道陆委会是怎么跟孩子沟通？刚刚谈了很多日期，很多沟通共识，有共识吗？那如果有共识，他们现在开记者会为什么喊的是反涨价？我不知道您的沟通是有沟没有通，还是有沟只是通您的，他们没有通。那你还要再补充吗？嗨，那个侨委会，对，他们是还，您知道为什么刚刚说增加钱不是他们的那个，不是要点？来，我们这个条文想保留了哈。好了，这条就我想就保留了。那很清楚，我觉得大家有共识要纳保，可是不能因为仓促，大家都很积极想要纳保而违反法律甚至宪法的规定，基本上你绝对不可能逾越母法嘛。法律位阶定得这么清楚，陆生就是属于停留的身份，你怎么可能透过信息细则，然后主管单位解释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这联动到目前民进党团的版本，
就是会将侨外生一起全部拉下水，变成他们的保费全部都会增加，也所以为什么今天陆生的记者会他们的诉求非常清楚，就是不希望所有境外生、侨外、陆生都同时他们的权益损害，保费一步调涨，也就是说取消了政府的四成补助。所以这两点，我认为这一条必须要保留。好。好，我想这一条我们就先保留哈。那我们进入到第十条，还有27条，因为都涉及到一个资格跟补助的这个条款，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还是补助的条款啦。好，那是不是我们就先整个这两条一起来看？因为第十条是针对对象群，好，这个分类。那第27条是针对补助的这个比例。好，其实是大家关注的是补助的比例怎么样来补助，好，因为身份的部分大概刚刚就卡住了，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对侨生是非常非常照顾，我们也有这个急难的补助，所以有一些比较这个 case 就会到我的这个公文这个桌上来啊。我最近看到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得肺癌，好，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也不一定说比较年轻就怎么样，他得肺癌，那幸亏他在台湾啊，他有健保，不过事实上还是不够，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急难的补助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们赶快给我们的这个陆生纳保哈。那第二点呢，我们侨委会这个清寒方面，我们一直都有补助，每一个只要是你证明清寒，每一个人补助375元。那这一点我们侨委会会继续编列，但是我想各个部会的这个考虑不一样了哈。那因为我们用的是人民的纳税钱，所以我们这方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在执行了哈。那第三点，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很诚恳的拜托我们的各位这个委员哈，就是说如果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比较容易修的话哈，很抱歉，我必须讲一句话，他在上一届早就可以修过了。为什么修不过？我相信大家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了。以上我非常诚恳的建议，谢谢。好，田副主委员已经提到了，就是补助的原则了哈。其实在第十条我就不要再逐一念了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临时动议里面，除了我亲民党的版本之外，也有陈义明委员的修正动议，还有王玉明委员的修正动议啊，都是针对刚提到的就是身份，好，身份再提出这个再多一类或多一款啊的一个这个资料这个对象哈，那把它分类在第六，大概都放在第六类哈。那27条着重的是民进党跟亲民党都在谈的就是补助的条款，好，就等于是也不算补助，就是说他的纳保之后。到底是全额自费，还是各修正的这个动议里面也有一些提到，可能要比照的是第六类的一个补助，好，这个大概就是可能是最关键，大家在谈的，到底对于这个如果陆生纳保之后，到底政府啊这边是采什么态度？好，是全额还是要有部分的补助？那会不会侨生还有外籍生这边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这部分是不是一并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就第十条跟第27条一起来做讨论好吗？好，因为那涉及到就是身份，然后再来就是补助的这个条件。好，我们是就这个补助刚刚提到的，到底是真的态度是什么？来，那我们卫福部这边对陆生的这个，向桑司长来做说明一下吗？对，我们真民进党是就是没有新增对象，好，但是是在27条的最后的部分加了这个第七款的部分加了一个但经入学哈许可来台就学之学生，并依本法第9条第一款规定参加本保险者自付全额保费。那对于已经在我们修正后的施行前
已经来台的就学学生啊，就依这个相关这个第本法第一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参加保险的侨生跟外籍生，其保费负担好还是依修正前的文字计算，到学位完成，就确保已经入学的这些学生是没有这个保障是没有不会受影响哈、那亲民党这边是有针对第七款哈，他对这个对于纳保是全应全额负担，但配合就是亲民党这边有特别说，配合中央施政的政策，可以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设定补助的一些条件，这是亲民党提出了一个弹，又有一个弹书，虽然全额负担，但是又依照各部会来做相关政策的补助，好，这个部分，那其他的委员也有提出相关的这个类似，第七，我们第，保险人自付60%，中央负担40%，等于是现在第六类的这个对象群，然后来张市长是不是在做整体的说明一下？是是，那我们目前的这个方向当然是希望说，对于他已经纳保的这些的保障啊，他还是按照他原来的政府补助40%的部分，但是新纳入的部分，我们希望将来所有的境外生他是一样，都是全额自付的方式来处理。那至于刚刚有关心到那个补助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事实上这个在政策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教育部也好，或者是那个教会啊，都是会针对他们的特别的这个需要去做相关的补助的这样的规划哈，包括预算的编列，所以不必是在这个健保法上面去做相关的规定哈。以上补充。好，有来那个立强委员，刚刚我们也听到说，不管侨委会还是教育部都有编相关的经费，针对修了这部法以后，就给外籍生一些协助，还是侨生。那陆委会也有来，不晓得陆委会也有针对清寒的陆生，还是有需要帮助的，有相关的补助经费可以去做协助吗？来，陆委会。其实陆委会是按照过去包括在立法院所做的一些的决定的哈，那其中有很大一个部分是三线六部哦，因为这个三线六部，我们认为说，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是的确已经到了必须要去检讨哈，那同步的来检讨三线六部，这个我觉得我们对陆生的照顾会是比较大的大的意义啊哈。那就是因为立法院是限制的，就是中央机关它不能编列预算，所以陆委会在这个部分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局限。不过就目前来讲，包括金门县政府，还有各个公立跟私立的学校，只要它是自筹的基金，可以花给这些陆生，不管是他们的课程的学习，我们把相关的资讯包括在陆生的联招会里面，陆生联招会你只要一进去，你大概可以看得到有哪些的学校是可以提供优秀陆生讲座结晶的查询系统，那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陆委会很可爱呢，对，在修健保法里面，您觉得这边就我们认为都在这边修，那在谈到外籍生跟侨生侨外生有补助还是清寒的部分，你又跳到两岸关系条例的三线六部，哎，就奇怪的呢，就有时候跳过来，有时候跳过去，啊，欠菜一条呢，哈。我觉得说有时候针对这件事情，一并来针对这件事情来讨论，不能再回到三线六部。如果回到三线六部，应该搬回两岸关系条例去修了吧？三线六部是从哪边来的？不是。不是跟金房委，是，对，我跟各位委员好，我是陆委会文教处长，我姓华哈，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当年的三线六部是在民国99年修正我们陆生三法里面，包括大学法、专科法及两岸条例里面，因为要让陆生来台，他来台必须要有个事由，是在那个部分，不是仅有我们的这个两岸条例里面，大学法跟专科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而规定是规定中央，刚刚我们副主席讲的非常清楚，就规定我们中央政府不能编列预算，但是我们并没有排除说在他
大学里面的自筹基金的部分，或是地方政府的这一部分，他们是可以有奖学金的。而且在我们陆生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是在我们的陆生联招会专门网站上面也把这些讯息都有公布出来。以上说明。好，这针对健保法的缴费，外籍生跟教那个教育那个侨委会跟教育部的部分问陆生，针对这一块，不是跳到另外那一种法律的限制。我觉得我要呈现的是这样，那三部六法那时候去定的。好，我就问一下了，因为现在讨论第二题，就是说我们都在讨论陆生是否纳保，那为什么要动到外籍生跟侨生原本政府给他们的四成补助？来，健保那个健保署来拿麦克风来。因为全民健保是，像我们如果自己有小孩子在学校就读的，其实家长本身也是要负担部分的。那所以这个是以这个整个的那个公平正义来。那为什么？对啊，政府原本补助的四成啊，那你可以比照侨外生一视同仁嘛。那今天你修健保法，然后将陆生纳保，但是把侨生外生原本给予政府给予四成的补助把它取消，只是因为说要一视同仁，这说不过去吧？侨生外籍生躺着也中枪，这样合理吗？这样公平吗？对于侨生跟外籍生，来那个商市长，谢谢委员。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说我们对于已经在健保里面的这一些侨外生，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影响他，我们是对未来去纳入的来做这样的规范。那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提过，因为事实上对这六类二目，他的这一个钱额或者这些费用，事实上已经都没有调了哈，就是他基本上事实上大家也是有考量到这样，所以他过去他的这一个所谓钱额，事实上他基本上距离他应该有的钱额，事实上也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当时才会做基于这几个考量。来蒋委员。我是听不太懂了，因为修法过后就是未来的侨生外籍生就没有政府的补助嘛。 是对啊，那今天我们在讨论陆生，那为什么要把侨外生拉下水呢？就说侨生外籍生何辜啊？我们先讨论同样纳入健保体系，然后政府一视同仁给予四成补助，那为什么侨生外籍生就只是因为不给予陆生补助，然后把他们原本给予他们相关的权益给取消？侨生外生何辜啊？所以今天为什么全部既然要境外学生一视同仁，所以为什么他们今天站出来记者会的诉求这么清楚，就是不希望他们受到政府的补助被取消，被同时拉下水？那这样对于政府整体的政策，希望吸引外籍的人优秀人才进来，尤其我们推新南向，是，这是背道而驰啊。所以真的不希望因为有政治的考量，第一个就是违反整个法治国的原则，逾越母法的方式来修法；第二个说公平原则，那为什么对于侨生外生原本给他们的补助就要把他们取消？这完全不合理，也说不过去啊。是。我们来侨委会跟陆委会再补充一下好不好？因为侨委会刚刚有承诺是持续都会有相关的政策会协助。好，那这陆委会等一下再补充来。我们就是针对清寒学生，我们原来补助的，好，那每那个清寒学生375元，我们会继续补助。不过我想，就是蒋万委员讲的也有某种道理了哈。我建议就是说，我们这个各个行政单位回去再估量一下，再检讨一下啊。不过我想万事莫如让我们的陆生纳保籍了哈，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这个讨论，因为今天这样一直讨论，大概可能讨论不出一个结果。以上，谢谢。好，那我们陆委会先补充之后，我们就看起来今天很难有这个结论。是，有关于那个外籍生跟侨生哈，就是为了要延揽优秀跟清寒的外籍跟侨生，这些
考量这些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比如说教育部，比如说侨委会，可以自行编列预算来协助。那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有关于陆生，我们觉得说有受限的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也理解，包括他们的所做的民调，他们所做的民调只要是1249，他们大部分都觉得不合理，那支持的大概20%，只要降到749，几乎全部都赞成，大概有80%。那这个的话，就是经由我们跟陆生的这个对话里面，他们告诉我，告诉我们的，因为在2014年9月的时候，立法院内政教育跟文化委员会有个附带决议，而且这个附带决议的话，也是到今天，尤其是到去年的12月，还一再的被提到。他说，中国大陆的学生保会应该本于相同的原则，是比照外籍生跟侨生要签额自付，所以这个我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应该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讨论这些陆生到台湾来念书，我们给他们的一些的限制。假如说我们能够同步的去检讨的话，我觉得这对陆生可以有更大的的一个保障啊。哈，那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些陆生并不是说没有奖助结金，只要他是一个县制政府，只要他是一个学校自筹的基金、校务基金，他还是都有这种奖助结金的补助。嗯，好，那周成委员来。那有一个问题请教哈，因为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啦哈，在106年1月26日所发布的资料显示，境外学生有51000多位嘛哈。那其中外国学生有17788，侨生是24626，那陆生是9327嘛哈。那请问一下，港澳生是包含在侨生里面来纳入健保吗？是吗？港澳是。好，港澳是哈。好，对，好。好，谢谢，这样就厘清了哈。可是刚刚看起来我们还是在补助的基准上面是还没有共识啊，嘿，那是不是这两个条文还是保留？好，今天看起来是完全没办法达成共识哈。好，那因为我们是不是原来预计12点要结束哈？现在已经快12点22分了哈。那因为今天协商的条文有第9条、第10条跟27条，因为104条比较单纯，它就是一个这个配合这个修法实施的日期而已啊。那这个看起来我们今天的协商条文是目前还是无法达成共识啊。那是不是我们今天会议就到这边结束？好，好，谢谢。